大康自然健康中心成立于1987年，率先将自然疗法、同类疗法同埋碗畅水疗引进香港。我哋提供各项整全性治疗方式，排除体内毒素，增强自身免疫系统，一切尽在大康自然健康中心。电话25773798，网址www.naturalhealing.com.hk。同类疗法是一种已经有250多年历史的医疗方法，属于全球第二大的医疗体系，有超过5亿人口采用。现在注册的同类疗法医生已经得到75个国家的政府认可行医资格。其实同类疗法一直都获得众多的知名人士拥护，美国150年来的11任总统，另外英国皇室数代成员，自1830年开始，一直有同类疗法医生照顾。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在生查理斯王子的时候出现难产，全靠一剂同类疗剂星麻二百斯，王子才能够顺利地出世，否则就要剖腹产子了。同类疗法在世界各种医疗中属于最安全的医疗方法，非常之适合孕妇和婴儿使用。印度国父甘地称赞同类疗法是他认识的各种医疗之中疗效最高和最广泛的医疗方法。袁大明医生钻研和使用同类疗法40多年，现在破天荒地在网络世界和大家分享他的经验和心得，解开成功运用同类疗法的秘诀，详尽地介绍各种同类疗剂、疗剂的特性和应用范围，帮助大家自己找到适合自己的灵丹妙药。当然如果各位听众的问题是比较复杂，发觉自己处理不到，需要袁医生的帮助，亦都可以直接预约袁医生会诊的。大康自然健康中心的电话是25773798。现在就来听一听医生要为大家介绍哪只疗剂啦。好啦，今次介绍呢个疗剂野山药吓，野山药 Dioscorea 啊，个英文就叫 Wild Yam 吓，野山药。话呢只野山药嘅疗剂咧，系处理咧系好多系关一种抽痛吓嘅问题啊，或者肠嘅绞痛啊，经期嘅绞痛。咁甚至乎咧，系因为嗰个肾石啊嘅肾嘅绞痛啊导致嘅。咁佢呢种嘅痛咧，嗰种系多方面嘅吓，嗰种痛系好严、好犀利啦，啊好难顶嘅，尖嘅、割嘅、扭嘅、掹紧嘅、磨嘅，同埋啲痛咧会走嚟走去嘅吓，有个地方去嘅，第二个地方嘅，咁同埋一阵一阵嘅，咁可能咧系某个地方咧就停，突然之间停咗，第二个地方又突然间出现噶啦，咁所以呢啲咁嘅痛咧，就好多时候咧就系嚟得系好突然咧，同埋系好急促嘅，咁所以咧好多时候你会发现咧，可能喺一啲肠痛啊、绞痛啊。那個腰背痛啊、腎石痛啊，都可以嘅。咁呢種嘅療劑嘅人嗰、那個，通常適應一啲人咧，本身係個消化比較弱，咁年紀大啲或者年紀又食咗嘢之後咧，好多疲房 ，OK。咁同埋咧，可能咧食嘢咧係食得太多或者太少。或者食錯嘢，食咗啲可能嗰啲殘舊嗰啲芝士啊，或者未曾煮好嘅嘅食物啊，蔬嗰、那個水果之類啦。咁佢哋本身咧亦都係好中意飲茶嘅。咁呢種咁樣人嘅體質咧，就有時候就容易就出現呢種嘅呢、這個嘅療劑嘅應用嘅地方嚟噶啦。咁但佢最緊要咧，當佢痛啊。无论佢系绞痛、神经痛、经期痛、或者肾石痛咧，佢就系坐唔定嘅，
佢一定咁喐嚟喐去，喐嚟喐去咧，同埋咧佢个身体咧就要伸展嘅，同埋最紧要向后弯腰咬嘅。嗱，好多痛咧系绞痛咧，个病人通常咧就会向前弯嘅吓，嗰、那个屈膝嗰种咁样嘅啊嘅情况嘅，但系咧。野山藥咧，佢嗰種症狀咧，佢痛嘅時候咧，佢嘅身體咧就係、是、向中意咧就係、是、向後咬嘅，或者伸到直啊嚟到 stretch 佢，屈伸直條腰，就唔係想攣過個身體嘅。啊，呢個係一個好緊要嘅野山藥嘅應用嘅地方。咁當然咧，就係坐唔定啦。啊、要喐嚟喐去啦，咁样好啦。咁呢个咧就系我哋遇到呢啲绞痛啊、抽痛啊、啊神经痛啊、肚痛啊、肠痛啊呢种情况用，就系、是、遇到呢个向后弯腰、向后咬舒服、舒缓。咁呢个就系野山药啦。好啦，野山药仲有一个应用嘅地方喺男性嗰方面咧，佢令到个男性嘅性器嗰个器官嗰度咧就好多啲好多汗气嘅。OK， 咁亦都佢哋咧系，亦都佢咧系频频咧系勃起啊，日日夜夜都好嘅，咁就好多性梦啊、遐梦啊，跟住咧就系射精，咁亦都过咗之后咧一段时间咧，嗰、那个性器官就出现软弱啊，冇晒性欲 ，OK， 或者咧就系即系冇勃起咧都有排精。啊！呢種咁嘅情況嘅，呢個男性，咁女性咧，亦都係應用喺一啲嗰、那個經痛啦，啊子宮嘅抽痛啦，啊或者喺嗰、那個喺懷孕期間啊或者經期嘅時間咧，係出現呢種咁樣嘅痛。但記住咧，嗰個辨證嘅地方咧，就佢會中意咧係坐唔定、喐唔到，就佢一定要身體向後咬嘅。好啦，咁仲有一个细嘅应用地方咧，就系、是、可能吓、用喺一个啲喉咙嘅症状啦，系早期嘅伤风早期咧，佢喉咙开始有啲症状啦。咁但系呢个咧唔系咁多用嘅吓，咁、啊、但系最主要咧都系野山药咧，都系用一啲绞痛向后弯咬腰舒服吓、啊。你遇到呢个症状咧，就你就要记住吓、啊、考虑呢个野山药呢个疗剂啦。OK。袁医生头先介绍咗嘅同类疗剂，觉得啱唔啱你自己用呢？系唔系就系你嘅灵丹妙药啊？需要嘅话，有关同类疗法疗剂可以喺铜锣湾渣甸街富盛商业大厦二楼大康自然健康中心同埋六创意健康店买得到。查询电话系25773798或者2882484。大家亦都可以喺网上订购，网址系 online.healthshop.com.hk online.healthshop.com.hk 嘅。好啦，今次节目嚟到呢度，下次再见，拜拜。